过佢啊嘛？好，你之前有冇关注过佢啊？我不知道啊。你没有关注过他，所以可能、就是。是吗？对。那现在可以关注吗？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有先关注咗阿龙哥先，因为我有佢，我有佢其他啲嘢噶嘛。哦，我知道。我哋有 WhatsApp， 可能我哋 WhatsApp 联络不开不漏，所以冇搞呢个。嗯，唉，呢个真。事先又冇同我讲。得。搞到龙哥。跟网断没啊？到啊，跟网断没啊？到底？发送，可以了。哎，看见我的岳父了。等一下，我提醒。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没有断？所以我们好。现在可是我刚进去，他说他有一场未完结的直播。但是我手机就没声音，现在奶奶在播。好吧。是我已经发过去了耶，怎么了？不行吗？哦，我已经发过去了，等他们那个接吧。对，收到了，他们在加过来。你随便说点什么呀？你觉得就是你看一下那个他们的。Hello， 大家好啊！我现在还在等另外的一个演员，我们要联系一下。对不起啊。别紧张。嗯？诶，他们说可以讲这个粤语啊，广东话他们说可以讲这个，但是没关系啊，今天我讲普通话，你们希望你们听得懂，试试看啊。他们现在听得我说话吗？听到。好，非常好，谢谢你。龙哥，你在呢？
哎呀，转不出来，我要疯了。不要疯，不要疯，没事没事，冷静冷静，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是技术的问题，这是我的电话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跟你老板说是我电话不好。对，他的能，现在收不到他的那个消息。真的有机会是我的电话问题啊？我不知道。但是他一直转不出来，刚好还有的。而且我现在。Hello， 我们还在等 啊， 啊等龙哥的联系，还没联系到龙哥。但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国明。你们有没有看这个宝宝带过天啊？在买堆堆看啊，知道吗？8:30到9:30。你去问 WiFi 密码吧。我现在说不到那个，是网的问题，是网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可是他那个一直跳不出来，一直在转转转。哎，有了，可以。可以吗？不行不行。问题吗？但是你讲话就可以，是不是？那等，快点过去跟他们拿这个密码吧。不要清楚。他们还有，对不起啊。在了，他们有一些人说在了，在了，我们对他们有一些人说，我看见他们的，应该是他开了，他开了，为什么连不上呢？哎，我就是连不上，我看到邀请了，但是我连不上。多少？这个会设这个密码都不行，为什么他们改了吗？没有，我现在在看得见了，看得见。看得见，但你看见龙哥吗？看不见他，但是看得见。要不先啊？你好啊，对不起啊，技术还有问题，对不起啊。技术还有问题啊。对啊，对不起啊，这讯号不太好啊。我们尽力而为吧。谢谢啊，等我啊，谢谢。等两分钟，我们那个店长过来连，他那个懂的。哦，好好好，谢谢你。谢谢。这密码改了吗？但是有一点问题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连不上，所以。好，没事没事没事。他是
负责维修这个的。哦，明白，好，谢谢你啊，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嗯，讲粤语吧，他们跟我说讲广东话吧，求你了。我要想讲广东话，你知道吗？但是他们要我说这个普通话。可以讲广东话的。啊。啊，你看观看粉丝怎么说？我们先连上龙哥先。哎，我看见他们说都可以啊，广东话跟普通话都可以啊，他们说啊，有人说听不懂。你真坦白啊，啊，我喜欢啊。但是现在就是转不出来那个连麦，这为什么？但明明他那个是可以的呀，他播是可以的。播还是卡，就我这边不卡，但是小黑那边就卡，就可能近距离还好。你现在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龙哥吗？你看到龙哥跟我吗？我看不到你，只看到我。对，只看到你。对，哎呀。现在应该好一点了。我等你等得很苦啊。找你找得好苦啊！哎呀，我的苦集都出来了。哎，你马明啊，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一边，我一直的为你担心。我们这个直播，他们一直在弄。我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会不会泡汤啊？现在还好，我们还有三十分钟。哎，我们。大家好，我们先跟那个直播间的那个观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啊，我们今天、因为我电话的问题啊，不是工作人员的问题啊，是我电话的问题、啊。不是，是天气的问题，刚才打了打闪电了啊，把那个网络干扰得很厉害，不行。我没有钱了、啊。这个网络不太好，我给的钱不够。现多少我马上发给你说。好，大家好、有没有看、宝宝带过天啊、有没有啊？应该有啊。记得在买票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八点半啊。他们说看了、很多人说看了。他们有看了、今天等一下，直播完了就是第三集了，对啊，对不对？就是啊，你没有看啊，继续看我们宝宝带过天，再买堆堆啊。对，买堆堆。昨天我也出来了，是吗？你出来了？啊，对，我看见很多朋友说你昨天出来了。对啊，出城。对啊，出城了。对，我们因为已经浪费了差不多三十分钟了，我们应该。赶快把跟那个买堆堆的那个观众朋友互动一下，好不好？好。好，应该怎么办？先来送他们礼物，好不好？好的，好的。啊，抽奖好不好？好。
好，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宝宝带过天里面，我的小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大众则有奖啊。那什么奖啊？有一个埋堆堆的公仔。哎呀，太好了。公仔啊，你们大众则有奖、啊、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在看哪一个现大的准。答对都有奖了，对，哎，他们已经就是谁、啊、怎么说啊？是 Paco 英文名来了，杨明来了，对对对对对，哦，杨明来了，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哦，哦，哎。我觉得微博上直播的朋友他们都很聪明啊，也很支持我们那个宝宝打过天，我们真的谢谢微博的直播的那个朋友，朋友们谢谢，谢谢你们。对，哎，马明啊，反正我们现在可以连麦在一起，我们聊一聊我们在剧中那个角色好不好？好。好，我先来说还是你来说，先来你来来。啊，我是在戏里边，我是一个，一个男生呢，有一个小宝宝了。我一直都觉得男人应该在外边赚钱的，不应该在家带孩子的。但是这个观念之后有一点改变，我才发现啊，原来。带宝宝的女生是非常的伟大的，对啊对啊，其实真的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来的，对不对啊？24小时没有停，对啊，还有啊，还有没有工资了？对，没有工资了，可怜，对，也没有假期了，对不对啊？哎，我说说我的主要是我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宝宝打过天》，我是马明的岳父来的，我有一个太太啦，有个女儿啦，有一个外孙，这个我们的关系很复杂啊，对不对啊？但是马明是我的女婿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宝宝打过天》，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 Yeah. 我们的男生全都是。你知道吗？你的老婆不太喜欢我，她说配不上你的女儿。对对，但是我觉得你蛮好啊，我很喜欢你做我的女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两个男生常常都聚在一起，哎，互相你真的可怜啊。不过我比你更可怜啊，都是这样啊。哎，我们说一说，就是他那个宝宝打个天的时候，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有趣的那个事件？还有什么？跟小朋友拍戏有趣的，因为我们每天拍戏的时间很长了。他很辛苦啊，拍一半的时候就说：“哎，我要去吃饭，还是我要去睡觉？”那他就睡觉了。对对，这个这如果是我的不好啊，如果我拍戏的时候说：“哎，我想睡觉，我先睡觉。”那他们就等我睡觉完之后才再拍戏，没可能。对，但是你不能怪那个宝宝，因为。小孩啊，马明啊，这是我跟你拍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嘛，怎么辛苦都也不理了嘛。但是宝宝来说就是，怎么他不知道在干什么，都是我不是来拍戏，我只是过来玩，我妈妈把我带过来的拍。你们这个大人要我干什么，我喜欢就可以做，我不喜欢的时候你不要逼我，对不对？对，还有小孩子就是最喜欢就是玩，吃东西，睡觉，
对呀、啊，你不能喜欢，你知道吗？我也喜欢啊。我也喜欢。哎，说一说跟小朋友拍戏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是最困难的？我觉得都是跟小朋友拍戏了，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剧本里面它有很多很多强势要拍，但是真的小朋友嘛，只有两三岁，你不能要求他太强势。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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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很辛苦的，但是就没办法，这个戏因为他真的太多了，他有太多强势。对，其实在我们拍戏这个行业来说，我最怕有三个东西。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小孩子，第二就是动物，第三就是群众演员。因为你跟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譬如你跟那个一头小狗拍戏，你叫他哎小狗过来，他不过来，你怎么办？把他宰了，没可能嘛。你还有放很多那个内心在这里等那个小狗过来，我们花很多时间，对不对？还有小朋友，你要给他很大很大的爱心，你不给他爱心，你不能骂他，你骂他就哭，还有他妈妈也过来骂我，对不对啊？所以群众演员也是，就是你不能跟他要求他们演戏演得很好，他们通常都是在旁边配合我们的嘛，对不对？他说如果我可以跟你演戏，我就不做这个群众演员啦、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通常都有给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内心，就是不能要求他们太高的还有要付出很强的时间，对不对？好，我们要来抽奖好不好？好，第二个问题啊，我跟龙哥，我们两个在戏里面是什么关系啊？你知道的话，就马上回这个答案给我们，我们有工作人员就看哪一个答对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按三二一，对，三二一，开始，开始。他们不停地说你们不，我跟你应该讲广东话，他们说我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明白，听不明显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说的普通话就是这样了嘛，你真的配合我好朋友呀，有了，求求你了。这个倒转过来，就是我想是 Carry 嘛， Terry 吧，K-E-R-R-I-E 啊，恭喜你啊 ，Harry， 对，对，恭喜你，恭喜你。好，我再来问第二个问题，好不好？我今天说的比较紧一点的港普，好不好？在这个我们这个宝宝大过天，戏里边那个宝宝，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三二一，开始。有没有抢答？有啊，哦、有，对了，答对了。哇，很多人都说对啊，没有一个说错。啊，厉害，好耶，好，谁可以拿这个奖品？哎，还有另外的一个得奖，拿奖的观众啊 ，Run Lee，Run Lee。这个名字很特别啊，万丽，恭喜你啊！啊，太好了。他们，哎，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吧。他们有什么问题？很多问题啊，但是我们时间真的很紧啊。我怎么说就是，我想，哎，马明啊，你拍完这个《宝宝大过天》，你在戏里面那个电视剧里面，你饰演一个新手的爸爸嘛？对。你拍完之后，你对于这个育儿这个有没有什么心得？拿出来分享一下。就什么？什么有什么心得？那个养那个育儿。我想真的有很有内心。对。还有就是你。
怎么说，真的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跟他。最重要的是爱心，爱心很重要。爱心真的很大，一个很大的杂运。对对，因为在戏里面，本来你就是想，我是男生，我都是到外边工作，我从来不会永远不会想我在家里面照顾那个小孩子的嘛。但是后来你就是在家里面，你太太就是我的女儿，就到外边打工了啊，把你留在家里面照顾那个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就一开始的时候，你真的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嘛，对不对？乱七八糟，但后来也我觉得也做得不错啊，对不对？尤其是你的，这是我太太啊，你的岳母啊，这些对你啊也给你一个很满意的那个感觉，对不对？你记得吗？他们一直在，很多人在说啊，求求你们讲这个广东话，不要讲这个普通话。我也希望你们求求我们说广东话。你知不知道说普通话，我们两个都很辛苦啊。但是我很辛苦，也尽量的配合你们啊。你们应该对不对？啊，广东话当然是没问题啦，但是你要有明白，我们以前都很少说这个普通话，现在来到我们祖国，我还是希望可以慢慢学这个普通话。我不相信你们一句都听不懂，应该没可能啊。那些给我一个一点长一点时间，我学的比较好一点的。慢慢说，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很可爱的普通话。哦，都不错，都可以听得懂一点点是普通话。可能我怕他们说你们说的是什么外星话来了。好了，我们再看看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微博的直播间的朋友互动一下。哎，他们说有问那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不记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字，什么叫？我给你猜一猜。鸡蛙是什么来的？我也不懂这个鸡蛙。对啊，鸡蛙是不是？鸡是不是一堵菜来的，好吃的嘛？这是那个牛蛙跟那个鸡煮在一起了，大盘菜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牛蛙跟那个鸡。上下来一起上下来的那个混血儿，会不会变种呢？但是很好，我要这个答案啊！哎，说出来。好，我给你们看看，我担心你们听不懂我说什么啊。这个还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这是这个动词啊，动鸡是同动词来的。用打鸡血的方式去养小孩，哦，有的意思。我鸡蛙，哇，哎，我现在明白了。哎，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鸡，哎，这个不要，从来没有听过。哎，这个我知道，鸡是什么？这是自己养的鸡，几只鸡？这是那个走地鸡，是不是啊？这是七只来啊？不是吗？不是几只鸡吗？好，走地鸡。这个，你先看看这个答案了 啊，很强，我也不懂怎么念 啊，太强了。我这是不是说鸡的，这是说那个宝宝的。鸡花变身自鸡。对，哎，我有猜错了，哎，我给你，我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听也没有听过，对，听过，还有没？还有没？第三个，还有第哎，
天使宝宝，天使宝宝宝宝，我觉得每一个宝宝都是天使来了，是不是？就是形容这个宝宝，天使怎么说的是有一个翅膀，那个翅膀就可以，翅膀，什么翅膀？翅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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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翅膀，对，天使有一点有翅膀的嘛，啊，鸡也有翅膀，小鸟也有翅膀，是什么意思啊？哎，观众，看看观众朋友懂不懂？有没有人知道？现在看他们看到我，我看见一个救救我，我为什么要救救你？我求求你就可以。宝宝是什么意思？哎，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哎，有没有答案？啊，有，当然有。天使宝宝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很容易去带的小朋友的意思。是赞美他呢，对不对啊？啊，你的真是天使宝宝啦，就是这样说。对，不，我相信是这样的这个意思。不，如果不清楚，不要认说，人家会误会，对不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这个直播的热度很高，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港普。热度很高，为什么不开那个空调啊？太可爱了吧！开那个空调的热度都要降下来了嘛。我们的港普，马明啊，我们的港普没办法。不是啊，他们说不是。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对不对啊？希望微博的直播间的朋友多多的包涵啊。我以前一直都不懂怎么说，也听不到，现在已经可以靠着这个脸皮跟大家沟通啊，所以不能怪我们了。我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先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马上问我们。因为工作人员说要用普通话。对呀、啊，哎，我们昨天有这个马队的那个直播，我们都是说这个广东话，因为今天的微博我们有全国那个全网独播，所以怎么说就是一定要说普通话了啊。好，还有什么？哎，很多我这边很多朋友说啊，马明啊、很多朋友要求我们说多一点，说多直播多一下，晚一点才结束。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宝宝打过天？对啊，怎么办啊？从六月十四号开始，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半就全网独播了嘛。如果我们说晚一点，你们看不到这个宝宝，怎么办？对不对？你们说，你们要看宝宝大过天，还有在这里听我跟马明说这个港普。他们说一边看电视一边看你们呢。哎呀，一心怎么可以两用啊？啊，好，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再看看你。还有礼物啊？啊？有礼物吗？是抽奖还是问问题啊？对，问问题。问问题？问成什么？问他、有这个，这是我先看看。哎，就是你们要快啊！打怎么说这个啊、看港币就想买堆堆，你们把这个句子啊快点打写出来，写出来，好了，可以打出来的，也可以打出来的，我不懂是他们看
就叫响，哎呀，我已经看见他们有了，看港就叫响，来对对啊，你们听得懂我的普通话，太好了吧？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辛苦啊，他们马上就看哪一个拿奖啊。还有，你记不记得他们很辛苦？他们现在我一边在做这个直播，他们一边在评价，对啊，辛苦他们了，很可怜了、啊，现在8点多了，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好。出来了，谁啊？哇，怎么念这个？好，拿奖的就是希纳肯。希纳肯。对，我给你们看。读出来。希纳肯。你啊，你拿。这是反过了，反过来的，看不见。对不起啊，这个反的，反过来的，对，对。啊，这是希纳肯，对不对？哈、啊，恭喜恭喜恭喜啊！哎，拿这个奖。哎，这我们还哎，不如说一说，时间也不太多。我们说，哎，马明啊，你现在接下来呢有什么工作安排呢？有什么安排啊？我知道这很快就要回香港拍戏了。哇，对，我觉得你真是一条牛奶呢。我突然。要回香港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我跟你合作了也很多部电视剧啊，你都是不停的，就是我觉得你真是一条牛人。我也想在内地再工作一段时间，跟你们聊天、啊，但是突然之间他安排公司安排我回香港拍戏。我觉得你抽多一点时间。回来内地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啊玩一玩啊，可以拍多一些好的电视剧啊，好的电影啊，给我们内地的朋友可以看你，常常看见你嘛，好不好？啊，好，我们怎么说？我刚刚收到这个消息啊。直播啊，要多10到15分钟，为什么啊？我们的粉丝有超过52万了，很厉害啊！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啊，所以每个人都过来听啊。弄长一点时间，但是你们一定要看宝宝打针，对对对，哎，但是如果我们多做10到15分钟。他们就看不到这个宝宝打过天了，怎么办？没办法啦，你可以回放吗？宝宝打过天，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回放，他们说可以回放。咁、这是直播可以回放吗？直播。好，他们说一定看，一定看。谢谢。好，如果你们一定看，我跟马明就再多。10到15分钟直播没问题，为了你们，好不好？他们怎么说？明天干什么？啊，他们给我一个问题要问你啊，龙哥。什么问题？他们说这是讨位情况。好，今天吃面了，林哥，快问我吃了什么面？问你啊。问你吃个什么面？好，马明，你吃了什么面？我突然想见你一面。他们要求我讲的。我对，你跟女生讲的吗？怎么跟男生讲呢？真奇怪。马明啊，我怪不得你从来都很少听到你跟人家。拍拖啊，什么结婚？原来你一直想跟我见面，对不对？哎，对不起，对不起，马明，我不是你拿一杯茶，我一几分了，你没机会了。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对了，你结婚了。你还有问我什么？说。没有，还没有。我先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好，啊、我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你
天天去血疗医，全部都医是什么意思？这他们说，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问题？什么输了什么液？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不懂啊。入内情啊，强烈的热。这是我问他，这是我跟他说，我跟他说，马明，我也有一句要跟你说。说什么？我今天去续了一，我今天去续了一，我今天去续了一，续了一，这好像跟那个打那个点滴一样，续了一。感觉我想说的是。想你的耶，我不明白的是人家叫我说，他说不为情娃来的，他有跟我要我跟马明说情娃，他们真的变态了，他们要求要我们两个都是，他要要你想我，要要我跟你说那个图娃的情娃，哎，我们两个看起来可以吗？我跟他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啦，啊，他们真的差不多了，你们快快去看这个宝宝带过天了，一边看电视。我觉得应该大家准备应该差不多，还有两分钟，我们这个直播是不是应该差不多了？记住啊，一定要看啊。因为刚才我们这要我们多十分钟都已经十多分钟了，对不对？啊，好了。微博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还跟你们聊多一块，你们太热情了，没办法，因为他们都热情了，我们停不下来。现在我相信是这个我们的粉丝应该超过这个，应该差不多60万，有没有啊？啊，52还是52，还是52，我，哎。为了解52万这个分析，我们还留多一会儿，好不好？好，当然好了。好，哎，不，我们再聊没意思，看看那个分析他们有什么问我们，好不好？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不见，如果你看见你告诉我，我打他们，什么？他们好想你听你说粤语，好哦好啊，马明啊，他们很想听我们说粤语啊，是吗？哎，我们一起说这个我们就对我们的微博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一起说一起我们这个宝宝大过天，我们从宝宝大过天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喺全网独播，咁啊，埋堆堆全网直播。咁我话独播啊嘛，我哋咁样一齐讲咯，好嘛？好，1、2、3，好。喺微博直播间嘅朋友，希望我哋知道我哋宝宝大过天会喺你讲。周五晚上8点喺埋堆堆全网独播。独播。嗱，呢啲系广东话，纯正广东话嚟。满意了吗？满不满意啊？啊？他说满不满意？好听，好听啊，好听啊，好，我觉得我们有还有没有给他们抽奖了？奖品是不是已经送完了？还有没有抽奖啊？什么？有没有？哪里？要怎么？哦，好，你们在这个评论区，快打向这个宝宝带过天，这有奖品啊！哈啊，月科将什么来？宝带过天，对，哎。
他们听得懂啊，哎，我讲这个普通话很好，啊，当然听得懂啊，我都听得懂。这很忙啊，哎，看看哪一个两个。马明啊，其实今天晚上我你说的普通话我真的听得懂，希望我说的普通话你也听得懂，因为我们两个说的普通话都真的 不太普通，不太普通，对不对啊？都是港普来的，没办法。希望微博直播间的朋友多多再原谅我们这个普通话。对，但是我觉得说话这个语言都是用来沟通的，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学的都是中文，对不对啊？啊，言语都是用来沟通的，好不好？哦，是他们的名字。对对对，哇，好，我看见这个拿奖的朋友了啊，第一个就是全部给我看啊，第一个全部给我看，全部这个名字很奇怪啊。好，第二个你要不要磕冰乐梯？第二个你要不要磕冰乐梯？啊，第三个一记巴浪啊。很奇怪这个名字啊，我可不给你们看。好，我记得反了，但是你们看看，很奇怪这个名字，都很奇怪。对，啊，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啊！但是我要提提你们拿奖的朋友啊，拿奖的朋友要私信官方微博买对对啊。嗯。小心受骗啊！小心受骗啊！你们知道，这个真的没有小心。微博买对对啊！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马明啊，我刚刚这里有一个分析，他说我有说那个《天龙八部》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什么？啊，你知道吗？有很多粉丝都来去证明我是这个鸠摩智，真的没得办法。这个啊，我想想，没有我鸠摩智，吹什么五连大魁？我记得有应该有这一句了，是不是啊？这个很好啊，很厉害啊！我不知道啊，我的通常都是他们都很喜欢，开心啊，他们都很开心啊！你说这个对白，真的吗？你对啊。那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他们有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说你要讲这个广东话才能证明。哇，你们的要求越来越多了。好，我话靠魔字，算咩武林大会啊？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厉害厉害。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不想打扰大家再看我们在那个麦堆堆全网赌博这个宝宝大过天，好不好？好，我们改天可以再跟马明同大家一起聊天直播嘛，反正我有五十多，我们都有五十多万那个粉丝，对不对？听你说，安东哥，听你说。啊，我们一哎，马明啊，我们早一天把这五十二万个粉丝要出来，跟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对，五十二万没问题，每人给我们十块钱就可以了，没问题啊，谢谢。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吗？吃个饭没？对，五十二万。五十三万了，五十三万了，现在，哇，厉害啊，五十三万，跟他们聊天，喝个茶，然后每一个人给我们十块钱就可以了，一百块也可以，好，谢谢，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起跟微博直播间的朋友说一说。再见了，好不好？好啦，谢谢你们啊！快点去买堆堆看我们宝宝大过天啊！对，好，再见了。好，谢谢，再见。拜拜，拜拜。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